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第二号公告，近一段时间，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接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和邮件，说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派出工作人员到各个地方指导法务乃至募捐。为此，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特公告如下：一、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是在美国注册的合法机构，由办公室主任直接领导，办公室主任及所有人员均可直接向第三世多杰羌佛请示正理，这也是在全世界唯一能直接为第三世多杰羌佛服务于众生的机构。二、在目前阶段，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没有派出任何人员到任何地点指导法务，更没有派人募款。请大家注意，无论什么人具何种身份，凡没有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工作派出介绍信而自称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派出工作人员的，均是发布不实消息者之行为，与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概不对其言行负责。三、凡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派出人员均持有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工作派出介绍信，注明其派出工作的内容、地点和时间。没有出示工作派出介绍信的，均非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派出人员。四、任何人若自称是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派出人员，首先必须出示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所发之工作派出介绍信，该介绍信会限定其工作性质及内容，凡超出介绍信规定工作范围的，均非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意见。其次，无论该派出人员是何种身份，接待人员都必须向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亲自核实其真假及工作性质，以免造成误会。五、联系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dcb3office@gmail.com。 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2008年9月28日。